夫人，您慢点。回家感觉真好。林教授，林教授，行李也帮您搬进去吧。不用了，我们自己来吧。院长安排的很仔细，待我和夫人谢谢他。对，这是一点心意，收下吧。您不用这么客气，这是我的工作。哎呀，你拿着吧，今天是大年三十过节，让你那么辛苦来接我们，快拿着吧。就是，拿着吧。那就祝您新春大吉，阖家幸福。谢谢，慢走啊。爸妈，走吧。哎呦，儿子！哎呦，儿子！飞了十几个小时，累了。不累，见到你就不累了。哎，这是从容吧？伯父、伯母，你们好，我叫从容，快进屋来吧，外面冷。行李我来拿。伯母，走吧，走，我来拿，我来拿。来，儿子，来，爷爷奶奶都等急了。哦，太早了。来。 辛苦了，爷爷辛苦了。爸爸妈妈，身体健康，祝爷爷奶奶身体健康，祝孩子们事业有成啊！来，来，来，来。哦，动筷啊！啊，你这等着我们，快点。筷子啊，年轻人胃口好，多吃一点。让让少卿。 照顾着女朋友，听见没有啊？阿姨，你照顾我。您到厅啊，这没到时候呢嘛，等吃完饭再给您找建议一下这片啊。我自己可以。奶奶交代的任务，这次回来过年，能住多久啊？我们这次回来啊，就不打算再走了。对，真的啊？对，国外啊，毕竟不是我们的家，心理上啊有种漂泊感，所以啊还是回国好。好，好。国内现在的医疗技术不错。 投资基金呢也很充足，所以呢，我们俩仔细商量了，就把这个人事关系啊已经调回云界了啊。爸，你回城外了？对啊。对啊。你妈回境外，开年以后啊，咱们一家三口就可以在医院碰面了。嗯，不欢迎？来，恭喜呀！恭喜恭喜！年有今天啊！哎，岁数也不小了。 别再在外头折腾了，什么成名成家呀，都是其次。一家人在一起，最重要的。家和，贫也足啊。说得好。哎呦，对，我特别同意了。哎，不能说了，爹的观念了。非常恭喜哥哥嫂子荣归故里，从此以后，你有你爹看着，我有我爹看着。 我这心里可就平衡多了啊！欢迎归哥。